底下的公交车去打压的，对啊。看旁边，看旁边。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今天我到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龟哦，我嘞。我下车，你下车。哎，好，来，继续两子。好香。好了，好，进去。好乐迪对我做什么事？你不是跟我看好，他那天在好乐迪跟我比这样，有没有喝醉酒的时候有记得这件事吗？那你现在要娶谁？丽晶啊，谁？丽晶，什么丽晶？你们可以过去，什么丽晶？我们过去，姓什么？周丽晶。好，那你是哪位？是罗登耀，谁要娶周丽晶？罗登耀要娶周丽晶，好棒哦！怎么这么乖？今天特别乖耶！那要娶丽晶对不对？那我们有六个伴娘嘛？那要经过一些考验，可以吗？愿意吗？好，愿意。不愿意也没办法。那个有看到啦，我们伴娘其实很用心在准备啦。对啊，好不好？那里面都是就是说一些小小的题目，那你通过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新娘带回家。确定是小小的题目吗？小小的题目，都是蛮容易的啦。我委屈你们了，我之前在那个讨论题的时候跟他比这样子。他都比这样啊！啊，对，喝水啊！你直接喝水啊！你都比别人就算了，可是你比到我。对，他就是一直高，他就是一直高，可以这样，可以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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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老高带。这没有办法，你比别人就算了。好，那可以开始了吗？问问题，没问题哦。我们预计是玩一个小时啦，我们大概只有一个小时啊，好不好？不会太久，真的。一个小时换来一辈子的幸福，不值得吗？值得吗？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不要多说了，那就我们就自己选啊。那这个是特别的，这个麻烦留在最后。哦，随便选，没有这样啊。这个是特别的，麻烦不要破梗，就是留到最后。然后我们那个工具有帮你准备好了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手在抖，手在抖。哎，我也没有啦，你紧张，老庆国，我也来，我也在流汗呢。真的，不是只有你紧张哎。那这个最大的麻烦不要破梗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个，哎，真的。好，看一下题目是什么。OK。好，念出来。大声的念出来。请问丽晶的生辰八字？你太近了，不要越线，这边就到这边就好了，好吗？那这几个会知道呢？时辰啊，这个没有太难呐，应该要结婚跟我合过八字嘛，应该要晓得啊。有点热。七五零五二三，生辰八字哎，它不一定是有年月日啊，其实重点是时辰啊，哎，时辰呐，好不好？查捷径嘞，倒数，要先过没有过关，就全部过完为止啦。我们有一个小时啦，全部过完啊，这关就没了，就不能。不会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还有，新郎不用担心。那既然第一关这个这么简单的，你也没有办法回答出来，没有啦。我们有一些小小的，就是说不是惩罚啦，我们为了让你
过关，不要说一直卡在第一关，好好好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是说，简单一点的啦，好不好？第一个最简单的屁屁写字就好，对对着镜头屁屁写字，那我们念什么你就写什么了，好不好？不会写太多啦，因为我们时间只有一个小时，不会玩太久。哦，好，那就跟着这个内容开始哈，好不好？来，不好意思，不要超线好吗？还没有取到，不要超线。谁听过？谁一直问我懂？好，来开始了哈，来，我爱我写一生哟。好，大人，老婆，大人，大人。你想给我们两个吗？抱歉，抱歉。这一款真的太好笑了。好，老婆，大人是丽晶，好，丽晶。你搞英文丽了，你来，我还以为用 B I 呀 ，B I。我陈立言啊。好的，爱丽金也要爱她的家人，周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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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周，好吗？周爸要爱她的家人，甘愿一点好不好？有没有要娶的？周爸是不是？还有，还有爱爸爸之外，爸爸的老婆也要爱周妈。甘愿一点，甘愿一点。四个点，四个点没有点完。四个点，点了是不是？那周爸周妈生的哥哥周大哥，周大哥，阿妈你好，阿妈你好，大家拢好，大家拢恭喜。今天还没完，我哪有运气了呀？那周大哥生完之后又生了周姐，原来又屁股钱，他要害你们全家，这么写了一大篇吗？这样一个游戏啊，这我不要懂吗？好，那周姐爱完之后，家里的 money 也不要放过嘛，周 money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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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 money。大一点，甘愿一点呐、啊！时间有点赶，导播在画圈圈的。好好，恭喜您哈，通过了。有点热吗？好了，我们也不要太刁难你，我们赶快把游戏结束。那第二颗来，第一颗啦，第一颗啦，没有啦。就一个啦，好啦，一个啦，我关得到，你伴郎带的够，讲到导播位了。